刘生不好意思，因为整个重机具在这里开挖，我们也要兼顾大家的安全，所以请大家尽量在封锁线。那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，经过我们花莲县、还有消防署、台中市、台东县，总共116位搜救人员、7只搜救犬以及各式的搜救器材，还有重机具的开挖，我们刚刚已经很明确的听得到敲击声，表示已经寻获一个待救者。那离我们应该只有一墙之隔。那我们现在为了加快搜救的作业，所以我们把部分优势的搜救能力都集结在这里，来做破坏搜索，还有希望说可以尽速的后送。同时我们也透过询问问题，问他说另外一个待救者是否离他很近，如果是的话，请他回应两下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回应一下。希望说透过这种询问的方式，我们可以加速搜救作业，尽快把另外一个找到。他有回应吗？现在我们还在做。那因为刚刚余震已经发生，所以我们必须先暂停搜救动作。所以目前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还是什么时候。目前不确认他的身份，能确认。哎，目前还没办法确认，但是他的状况是非常良好的。意思清醒可以回你们吗？他意思清醒可以回，利用敲击的方式回应我们。就等于你们跟他就抢开了。应该就是一墙之隔，希望说赶快把墙打开，尽速的把人救出来。那我们也希望说尽快的找到另外一位。他消极的是两个人，目前还不知道。对，现在你们还没办法确定说两个人是在同一个空间。目前还没办法确定。对，但是应该都是在一楼柜台的附近，好不好？那麻烦大家最后一点。